可以了，香槟再给他加一脚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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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还有加一包，加一包，加一张，好，一二三，会指定哦，好，一二三，会指定，谢谢，会指定，会指定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站在明华语的土地上。 我想这一切应该要怪林小虎吧，要不是他当初说这个频道，现在搞得我自己一个人拍，你小就是你，把你老爸搞成这样子的，在明华屿露宿2天1夜，露宿荒野，回去打你屁股。 在那里，我准站在那里。 林小虎，爸爸今天要去哪里？去做什么？去海鸟拍小花花。爸爸要在那边睡一晚，对不对？在草地上，在岛上，它是个无人岛，在岛上睡一晚哦。小花明天会来接爸爸吗？ 猫咪呢？喂，好。等下了，11:30发出渔港机，然后过海巡，然后海巡检查以后12点开船。下午好像是3点到明花屿登岛，明花屿没有那个码头，所以要抢滩上岸。今天风浪很小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 所以他还会船停在那个礁岩旁边，然后你要从船上，然后跳到，不是跳，应该也是走过去而已，走到那个大的那个橡皮的那个圈上面，然后走到岸边，石头岸上。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船，然后会晕船哦。爸爸有吃晕船药，跟基隆野鸟协会去释放大水替鸟，这是我第一次。 看到大水替鸟，我以前没看过。他们晚上还有夜间观察，然后观察完后可能还要再拍个阴仙座流星雨。明天是极大值，然后今天应该也不错，只是今天的月亮已经是满月了，所以还是反正难得去一次，还是在明花屿上拍的阴仙座流星雨。来，请看 BCR。你要想流星，你要想哇流星，嗯，骗你。 白天哪有流星？过这个桥。对，到那个红色那一栋，对。爸爸要去棉花屿，棉花屿，棉花屿。爸爸要去棉花屿，棉花棉花屿。拜拜。拜拜。喵，猫咪呀，手太短，哈哈哈哈。 要去八尺门渔港，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在这边好像有。哎呀，我现在背包大概14.几，还是15.3公斤了，好像15.3公斤，然后这脚架4.3，总共19.多，带了6瓶水，住宿2天1夜。呵呵 2天1夜棉花屿豪华型，听说上面蚊子很多，然后中华电信收得到讯号。这边，哟，这边，谢谢。哇！
现在棉花也上，有很多好喘。从那个岸边这一条，哎呀，走进来，走这一条要命。你要走哪里？跑这边走。对对对对，到阳光。等进来，进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相片再给他加一下，不要。好。还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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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二三，不紧张哦。好，一二三，不紧张。好，谢谢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一二三，今天十一，现在15:52，52，对。我看到鸟巢。鱼吗？瀑布鱼吗？有，好，不要动。这边还有个洞，不要以为没有洞哦。旁边有一家全家。这个全家是这个，你们全家是这个。那个哦。这是全家吗？对啊，不是 seven， 在前面。是哦，那怎么换电子？这一年那是2010年发现。回去准备吃饭，应该看一下夕阳。现在因为要去扎营了，然后现在要搭帐篷，然后昨天会看到屏风，晚上可以拍一星座的星云。下去。今天的睡觉地方，其实地面上都是草，找不到很平的草，不过能睡觉好。睡起来还是真不舒服，然后很热，躺在这里这个蚊帐拉起来这样睡觉就好。等一下10点多，他们要去观察大水厅了。
边掉下一颗螺，哎，这个方向掉下一颗流星。打起来，那个那是叫什么？黑尾雨天鸟，整个帐篷都是。这是今天的日出，我们在拍的时候是，哎呀，好多虫子啊！我把虫子都赶出来。三点半睡，是吧？刚才在快递，睡了两个半钟头。那十一点就要坐船回家了，两点到家，撑一下就好。啊？没来过啊？上面有离岸机，好远，要到那边。哦，我懂，等下上去太热了。我刚刚有看到有人上去了，你啊，好、哦。现在走到这边的最高点，有点难。再怎么上去，就是一个平台。现在调查结束了，休息了一下，我就四处走走。下次来可能明年还不知道会不会来。我现在在等船过来，我想说就来这边走走。我等下从这里下去，跟坡度比较没有那么陡。你说有准就在这，在那站在那里，有准站在那里啊！狙击我的大炮没电了，好，下去了下去了，走这下去啊！这是火山岩，好了，走到这就好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整片的海浮光其实拍起来应该很漂亮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站在明华屿的土地上。我想这一切应该要怪林小虎吧，要不是他当初说这个频道，现在搞得我自己一个人拍。你小就是你，把你老爸搞成这样子的，在明华屿露宿两天一夜，露宿荒野，回去打你屁股。我去登岛的那个礁岩那边有太阳。太大，但站不住，太阳什么都下。哦，这边石头不错。哎，还有一个多铜桶，想说跟人家借了一些电池，我来去拍一下那只游隼，那一对啊，不知道会看得到。我刚才从那里下来，所以从这边过去就看得到。哎，棉花雨竟然没有拍游隼啊！刚才看到实在是，啊。终于拍到你了，刚才看你站好久，至少站了快两个多钟头了。然后我下去跟人家借了电池来找你。来看天上有一只那个海鸟在飞。哎，这里是不错的地方。哦，这里洞酷呢，你好厉害！我还看找看有没有另外一只。会站这里，这里也会站。来猜一下，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应该在这里，对，看起来母的吧。应该是母的吧。哎，初次见面你好。另外一只呢？这边是一对的啊。现在拍完游隼，我下去休息了。啊，休息一下，等船搬来。明华屿的游隼也被我拿下了。哦，算了了一个心愿，算解了一个成就。明华屿的游隼，拍到游隼啊？有，应该是母的在那里嘛。后来公的飞出来。公的有飞出来。对，他拍到在飞。飞了一段以后，飞太高了就游隼。对啊，两只都出来了。对。现在去坐船了。啊！带来哦，带来哦，好，小心哦。
晒红了，你等多久了？很久了、欸、很久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还有专的专车嘞、欸。哦，专车管家的，对。对啊，还有接船的。有，泡个八天呐、啊，归国。一晒天就回来啦。拜拜。拜拜。